大家好，我是杨雪，又回到了自己的小房车。这是环游中国的第432天。现在我是在一座具有非凡意义的城市啊，它有一个别名叫做红色东方之城，同时它是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起点了。猜到是哪里了吗？这里是丹东，而它的对岸是那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家朝鲜，中间是鸭绿江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。咱们出去看一下朝鲜，看一下丹东，看一下鸭绿江。这一侧就是丹东，这应该是它的老城区啊。丹东是辽宁省的一座地级市，以前叫做安东，安全安抚那个安字。历朝历代，因为它这个位置特殊，那都是军事要塞重地。我这个驻车地叫做观光码头2号的停车场，是一个收费的停车场，一天是20块钱。停车场车都挺多的，旁边有卫生间。而这一侧，远处鸭绿江，再远处朝鲜。远处这小曲儿挺应景啊，这是滨江的一条步行路了，当地人非常多。已经有些落潮的鸭绿江，上午的时候你到这儿，对岸这座城市叫做新义州，朝鲜的第四大城市。这应该是一个酒店，叫做太阳酒店，好像是这个名字。一会儿咱们看看能不能上这座断桥啊，这其实是有两座桥的，近处我具体跟大家来讲，现在离得有些远，我会给大家拍一些靠近朝鲜非常近的画面的。从我刚才那个驻车地走到这个断桥，也就是700-800米啊。断桥是一个景区，不知道开放没开放，走近了咱们去看。你看这块，这还有这种游船，所以这一块来驻车的话是很方便的，离着这些地儿都非常近。呵，在鸭绿江里边钓鱼，这挺特别啊，这边也是。这钓上了鱼属于哪儿的呢？钓上来就是咱的，对吧？快到这个桥底下了，已经进来了。票价是30块钱，这是一个4A 的景区。上来以后，先是一个炮楼，好家伙，这炮楼得10来米，那枪眼也忒多点了吧？我这一侧。鸭绿江断桥，右下角写着池浩田将军所题的字啊，大家整体的看一下。再看这一侧，彭德怀元帅，抗美援朝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帅。然后往里走，鸭绿江断桥其实是见证了这一段历史，同时咱们沿着这个桥可以走到江中心，很近距离的看到朝鲜的一个风光啊。这是中国一侧，已经走了挺远的了，继续往前走啊。这座桥呢是1910年修成的，是一座铁桥，也是当年中朝在鸭绿江上的第一座桥梁。那现在这两个桥看得比较清楚了啊，旁边这座桥是一个跑火车的铁路大桥。这个桥不是1910年修成的吗？旁边这个是过20-30年后修成的，其实到今天都已经100年左右了。看看，保持的还是非常好的，而且旁边这座桥直到今天还是在使用当中。哇，这景色非常漂亮啊！丹东一侧，鸭绿江，朝鲜新义州。一会儿咱们走到桥头，再拍近一点的那块区域，这就感觉特别的敞亮啊！而且在远处其实还能看到另外一座桥，那一座桥呢是一座现代化的双塔斜拉桥，等待启用当中。这不说了3座桥了吗？这两座旁边那座桥，其实在这个上游鸭绿江，鸭绿江是从长白山南麓这个源起的，上游。有一座叫做河口断桥，当年彭德怀总司令就是通过那个桥跨过鸭绿江往这边走的，而志愿军呢大多是在这片区域
过去的。咱们看到好多的电影也是拍的这边的桥。已经到了，一目了然啊！走下去，桥在这儿断的，这都是以前真实留下来的痕迹啊！当年被美国飞机所炸毁，为了切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补给线。这个应该就是飞机扔下来的这些炮弹。再看前边，中国这一侧还保留着，而在朝鲜这一侧呢，实际他们只保留了桥墩，桥上边的桥梁已经被拆除掉了。我已经换了相机，现在咱们可以近距离的看朝鲜了。先看这个，这个应该是一个摩天轮啊，对吧？只不过没有在运行。看它左下方，这有一栋建筑，旁边是一个门楼，都是没有人的。咱们再往右看啊，这是一个哨所，这边有铁丝网了。再往右，这个朝鲜的太阳楼，23层，是新一周最高的建筑物了。再往右，这块应该是一个滑梯吧，那这块应该就是一个游乐园的一个性质了，可能是啊，我猜测的，对吧？再往右啊，这还有水鸟、江鸟，这些建筑也很高，只不过是没有居民。对，都是这个样子。其实新一周我查了一下资料，这几年也是在快速发展当中的，只不过我觉得朝鲜对岸的朋友，他们在自己的第四大城市遥望咱们国家这一侧的时候，面对这么一座3-4线的城市丹东，可能也会说一句，哇，对面是一座大都市啊。您85，我属虎的，我完全没看出来，我看您六十多岁啊，那我应该叫您奶奶，奶奶啊，太太呀，太太多大？我今年36、37，就是奶奶了。好，我小孙女都30多。好，奶奶，我天天晚上锻炼。啊，您就是这本地人？我本地，我每天的，我是铁中的老师。您是教什么的？我教音乐的。教音乐的？我沈阳音学院毕业的。哎呦，好，那您教音乐哪个方向呢？我教民族美声。民族美声，好，真厉害。那您现在还练吗？你看我有肚子吗？啊，你看我有吗？啊，对对，没有。气息呀、啊。对。这算了。真棒。是啊，我85。啊。他这个就是科学的发声哈。啊。用肺。啊。用肚。用气息。我不抽烟，我想着给我父亲抽烟。我说给他，我叫他给弄。哎，买一盒你的烟，好的，你给他父亲啊，都是北京的，啊，我同学的都在复兴门，铁道部复兴门外。哦，孟董于兵。好家伙，都是我的。不管多少钱，你必须好，要真哈。嗯，这是光明，啊，朝鲜的中华的。啊，要这个，这是最好的。这多少钱呢？这个我正常都卖65-70，你这大姐给我送来，你就给我60块钱吧。你算便宜点。这都是最低价，没有了。这个不行，这朝鲜的。我这还有2盒，一共就剩3盒了。啊，没有了。朝鲜不运的。那这个奶奶特好，这3盒我都买了。好，好吧。60-70吧。这烟啊，你去了我谁都没有。行。没有，另一方面他不撒谎，因为
这些地方我天天锻炼啊，那边吃东西的哈，你吃点丹东的朝鲜面呢，啊，丹东的炒茶都挺健的，炒茶吧，炒茶了，那个茶吧哈，啊，这个米字啊，这个茶是就是苞面压出那个，你看我多大，这家伙就您这个走两步，这真不像是85岁人，你看我要捏你受得了吗？好，疼不疼？疼，这确实可以，天天锻炼，您这劲儿也可以啊，谢谢您了，玩的痛快啊，跟您真有缘，哎，好，祝您健康长寿啊，拜，再见啊，奶奶。啊，遇到一个丹东的老奶奶，非常热情，跟我聊了很多当地的一些好玩的吃的、好玩的事儿。我从上边滨江的这条人行道下来了，能看到现在江水已经落潮了，这边距离出海口也就是20多公里。鸭绿江从长白山奔流而来，最终汇入黄海。我下来就是想摸一下这个水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鸭绿江啊，第一次接触它的水，也算是又见了一个新世面。